从事媒体采访工作二十多年的姚靖玉，这次准备投入到下届台南市中西区甲北区的市议员选举。伫咧妇女节的即天，台南市议会国民党团这位议员出席来收听，期待伊着从事记者的经验，转化做市政的监督力量。台南市议会国民党团伫三八妇女节的即天召开记者会，推荐从事媒体工作二十多年的姚靖玉，准备投入后届台南市中西区跟北区市议员选举，希望借着姚靖玉对妇会采访的经验跟了解，未来咱对监督市政发挥帮助。因为后姚靖玉，我想不是讲一份战力，伊战力我想用经过伊的专业来提供我各位议员参考，我想监督的力量会当愈来愈有力。所以相信姚姐这一次出来，她非常的辛苦，所以大家他都说大家在笑他，其实我觉得不是笑，大家会觉得说你怎么会那么勇敢？党要重视女性，刚好今天是妇女节，我们希望党可以看得到。目前国民党对县市长协调抗议员初选的规定，都无一套标准，无时间表，也无办法。但姚靖玉将依照伊的职业特性。好市民的一种选择。记者就是本来就是监督政府，监督公共事务，所以我觉得我可以把这个事情做好，所以我在这个年纪，然后很勇敢的做这件事情，然后我也受到很大的鼓励，因为我觉得目前政治环境是一党独大，对于我们的一个国家啊、市政啊、政府啊，其实都会有一些失去制衡力量的感觉了哈。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在野的监督的政党，我觉得非常符合我的职业的特性。国民党台南市党部表示，如果咧新人参选，新人民调结果会加狂30%，但针对女性保障名额提名，是毋是同款爱投入民调初选，得尊重党中央决议。目前初步决定，将伫台南市提名20席以上。希望在三月底前将名单提报给党中央。记者孙云和市会采访报道。